主料，加鲫鱼5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葱、姜、生抽、味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加鲫鱼处理好，鱼身两面用盐腌制10分钟以上，葱切末，姜切丝，炒锅烧热，下油，下鱼煎至一面发孔，翻面煎另一面，两面煎好后，下葱末和姜丝，淋入适量生抽，下小半碗水，煮至汤汁快收干时关火，下少许味精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热锅冷油煎鱼才不会碎；二、煮鱼的时候不用下太多水。鱼煎两面已经熟了有6-7分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